这大型啊，大臣啊，一瓶五个人客，一盒四袋300-500片，你坐坐咧，哦，大人囡仔拢爱食，升价钱的，一百了，来100块，鸡肉饭，那个什么呀？黄豆麻糍饭100块了，100块好买来无？迄正常我无你介绍，我徛着甲人家收钱啊，真个啦，我这徛着就是100块全部收了，无你介绍呀，拢有啊吗？100块买来无？两个。100块买来无？来啊，无位啊，我倒啊，你家己去处理啊，我规拢满啊，你家己处理啊。这家小贩要来无？你有人要食台式咸猪鸡无？这真正的季节上好食台式咸猪鸡啊！这一包鸡啊五啦，200-500啊，变啦啦，变一半价钱，鸡啊五遐一个啦。啊，这平啊！美女，够人要食台式咸猪鸡无？鸡啊五尔。够人要来无？台式咸猪鸡，美女有没有买过？好吃啦啊！哎，咱卖物件真正是拢卖咕咕当当的啦。物件我真正好食了，好食我才甲你介绍啦。啊，我卖乌白白物件啦，真正无爱转的啦。鸡啊五够人要来无？拢有啊吗？来。好阿伯，你想要食啥？来啊，无阿哥，咱来介绍虾啊，无虾啊，我拢无卖着你。哦，敢卖只虾啊？靠呀，恁遐食物件了，恁欢喜个欢喜，敢袂记哩？嘿啊，对啦，来啊来啊，姐，你先莫走啊，我真是袂，我有食物件要了钱哦，你我煞袂记哩。来，来啊，我到啊。来啊，这个牺牲啊，辛苦恁啦。来啊。我剩过哦，总共调要到300包啊。来，不是无好食哦，调车啦，是足好食啦，咱含万卖啦，我含万卖啊。这包是我之前伫我网站卖，一个辅料酱卖659的特级甄选辅料酱，内底有高康包。来，这包恁看卖。好，你看卖这大包的，这叫高雄一个总部才搞煮的啊。来，啊我卖了。讲真个也无好啊，伤贵啊，成本伤贵，当然我嘛爱赚钱，我嘛爱卖贵。人家无就接受这种介绍，我拢卖659一包啊。来，我看唔是势啊，卖了无好啦。甲12月1号到期啊，搁2个月啊。我逐天摕10包出来提醒互恁食，一天10包啦，29天我要甲只全部卖掉啦，要恁欢喜个啦啊！来，这包佛跳墙是要食个人家1瓶5个价钱。上新价钱的生意，你要吃这包都免考虑，我介绍发财，你就抢嘛啦！新价钱的生意，200块落来，200块落来，大包都大包包，都全部使家煮的，200块落。200块，去收钱啊！五个啊！你大家拢起来领10包啊！我4个，你领好个才行。以后，以后恁会为着这包来找我，以后啦，你会为着这包来找我，你相信我。3个啊！哎呀，你相信我啦！搁2个月食起来啦，无啊，没有了嘞，卖完了。你几个？36。无啊嘞。无啊嘞。来，提钱也袂提下啊？来，敢扛嘞？还是轻个下，阿哥，你等下消炎的，我袂坐啦。消炎的啦，来啊！有人要食虾啊？哎、欸，你也好，我讲你莫解毛，我解毛，你莫解毛啊！来，有人要食白虾无？白虾敢要卖？来，白虾要食来开500好啦，白的啦。阿哥，咱来画一个干贝，画一个迄个龙虾好，画啊高档的，白的上面食500好啦。这内底有16至18只啦，500块就好了。来，500，五百上面食白虾。来，哥，你帮我先摸一下，先摸啊！好好好，介绍。来，听好啊！来，我全部上车啊，1234，来，再过你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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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啊！我上车搞你了，好啊！1234，6个人家，唔免1800，要食白虾来500了。你只要我买500，我再搁送你500，再搁请你。3个价钱，你免考虑食白，你100几块尔，3个客人，4个人家500，上面食500块。白有人要食无500了？这种白的哦，足脆足甜的，搁白芋头，搁白莲藕，新客气的，等下一下，我来讲嘛，安尼啦，3个搞定了，500了啦，凊彩啦，500块啦，OK 啦，凊彩啦。他、啊、这来啊，500了，你个位啊？
五百够要来无？白虾，够要吃无？五百，五百拢有啊吗？有人食袂了，要买二啊五无？我一包卖你百通块尔咧，袂咸咧。二啊五啊，够要二啊五无？二啊五边啊五啊？真正免考虑啦，你遐食一百二十块，你要食白的，你食阿爸的，咱有一百二十块白的，够要来无？无我就收啊，收。好，我见来遐。哎，够五百好几分钟啊，两百五。够要来，我见来哦。好，试看卖啊，恁遐还袂变看卖啊，今仔日恁拢卖个车站，刚飞来啊，遐拢发高档的啊。这也袂了，你这个帮我处理一下，最后啊，最后免收走啊。来啊！来，阿叔，你抬下去个。来，抬下去个，到边边。五个啊，五个，来啊！哎，有人要食较好个迄落无？还是个？有人要食鲍鱼无？遐干贝人是鲍鱼啊。干贝有人要食哦，大粒个哦。即个我一包蒸啊好七啊五个哦。啊，加四样八九百个哦。来要食干贝，我来讲七啊五加七啊五只。千啊！来，我个干贝一粒袂甜，规包片蛋，我全部钱拢摕你。我家己卖骨啊，你卖足济出去啊！吼，来。我家己，阮家的人嘛食足济啊，吼，五个客钱就好，唔免让你开三千、两千，免新客钱的一千块才要食干贝，一千块人要食干贝无？我一百块你，一百块你，一百块来，你只要新客钱的人客啊，两个人客，我来客一瓶，这四包干贝多三斤半，两下饼钱，千五块你就买袂着啊，一千多，一千块才要食干贝，几啊？几啊？一千块三要吃旁边，有人要吃干贝无？一千块，一千块了。要吃干贝，咱一定要公开啦。我来讲啊，咱价格莫讲拢无卖啦，先价钱的人价啦。好，等下等下。先价钱的人价来啊，再告你啊。两个人价搞袂落啊，一千落，一千块来，三要吃干贝，一千块落。来一千块，三要吃干贝，一千块。一千块人要吃干贝无？无半个。这无半个，看要安怎死？那干贝大了，搁甜无半个咩？我做信用的啊，你莫惊我来骗啦。无买过我的干贝，一千你也莫买啊啦。我有全部人家试吃啦，好不好？五个人家看头前四百了，来你妈咪给四百块你试吃，看卖四百块了。有人要食干贝要试吃无？四百。来头前我。有人要食干贝无？四百块。有人要试吃无？四百块。四百，搁一个人家好不好？请我去。我带头你。那人减白收我几倍哦？几倍先来？啊，阿叔你先。来，鱼皮上面吃吃三包啊，了我卖了，剩只俩。这一包百三拢无饲的，两包米啊了。三包三九，唔免三包了，我一包搁送你。一支饲拢无，我鱼皮搁甜啊。来，一包够你啊，三包。来，我边啊。最后这个有人要来无？鱼皮都没有了，这种带包的要三百块俩。最后一个上面吃的三包。过来要吃鱼皮带包的无？三百块俩，三百块。给你你要吗？好，要来，来收起来了，来白收了。春秋，白秋怎么吃？来，这阿出来，来，咱一只三百块了，白秋拢无，你一只白钱了，拢卖了。白秋怎么吃？三百，来三百两个。哎，无啊好啊，免收啊，拢卖了。白秋拢无啊嘛？这拢无恁啊，拢没有了，免个无啊，这下多了白个春秋尔。歹势无啊？两收了白个春秋尔。分两分尔。拢无啊，拢无，这堆拢歹势无啊？这拢太好个啊，免太啊。来。老物件少，你我带头去。恁敢有要食鸡腿卷无？鸡腿刚刚要吃啊！哎，无啊无啊，歹势。姐，你迄个飞机甲皮啊中诶啦！你有人要吃飞机无？起来啊！这盘飞机有人要吃无？一千块啦，规盘总计卖了，有人要来无？飞机这盘人要吃无？大只诶，规盘总计都拢无啊！八百外兆，人要吃哦，八百五。飞机哦，有够歹食啊，真正，歹食到要死。来，来食这個，甲食软食啊，莫食飞机。飞机上歹食啊，我上最爱食飞机啊，真诶。迄飞机人送我，我搁无爱啊。
啊，这无我讲笑的，我早你有买一份啦，我早你有买一份啦，吼、哦，这拢是啊。我到时给你用。刷你新买啦，刷你新买啦。你要大地啊，小地？我要大地啦。大地像一块麻将桌安尼哦，你要做大地吗？你提我看卖。哦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这哦、啊，这大地这啊。来五百了，好啦。来坐。这是第五百，参加比倒数落去一百啊。来两个。这地搁送你啊，这地搁你啦。来两个，来三个。我这一块大地算你卖你百零块尔，我来讲看标准最后一招啦。你今仔先给钱的人家啦，来，这地搁你啦，五百了，好啦。来五个。五百。来五百，总共四个啦。我这三地，四地包括过来。五个啊。包完结啦。包括过来啊。两百。三啊，四啊。来啊，这地搁你啦，卖卖了。来个三分啊。来啊，五百了，好啦，五百了。我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先订一下。箱子呀，你个箱子呀，我刚买一个新的箱子，我这样子，两万三，四啊，五啊，五啊，来，结婚要结婚，真的，最后一个上面五百，别去上面啊，好，五百够买下来无？打一千嘞，五百够买下来无？我来讲，你无买我算你袂爽，咱俩算你袂求水的。哎，啊，你几啊？一千啊？你五百多啊？哦，你五百啦。五百啊？啊，你会可以好啊？五百条鱼就对啊。哎，我算你迄边，你无买，人给你试一下看卖，三百咯，小家庭的，三百咯。